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参加截图汽车第二届旅行家大会。那此次大会有哪一些新鲜内容呢？等我们大会结束后给大家带来详细报道。截图汽车总经理李学勇在致辞中表示，旅行既是探索，是公益，也是文化。截图坚定地实践着旅行家战略，一路走来初心未改，不断拓宽旅行家生态圈，丰富旅行家产品，为用户在旅行中带来了更多惊喜和欢乐，也拓宽了截图的边界和视野，提供了更多的发展可能。截图为旅行而生，旅行因截图更丰富多彩。随后截图旅行者的首发亮相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作为旅行家 2.0 时代的全新产品，截图旅行家主打自由舒适的出行体验，以科技内核重新定义不计自由的旅行生活，充分考虑用户多元场景出行需求，大胆尝试和探索，试图开辟全球汽车市场新蓝海。截图旅行者将纵横之道的设计语言与旅行家理念相融合，以澎湃力量探索自然万物，尽显硬朗之美。外观方面，整车姿态方正有力，凌厉线条与饱满形面并存，力量感喷薄而出。内饰中控棱角分明，简约有力，采用15.6英寸中控屏与10.25英寸仪表屏组合，仿麂皮材质座椅与水晶挡把等越级配置进一步拉升了整车的豪华感。截图旅行者在智能驾驶、健康座舱、生态服务等方面采用诸多越级豪华配置，行业首发 XWD 智能四驱加双锁，配备了8155智能座舱和 2.0T GDI 鲲鹏动力，营造 5A 健康座舱环境，并且首发20家旅行家生态产品，实现旅行、露营、旅行休闲娱乐于一体。随后截图用户年度旅行红利的发布再次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截图汽车联合生态联盟伙伴为用户带来了属于截图用户专属的增值权益，包括截图权益计划，全国30家酒店品牌矩阵共9217家酒店最低8折入住，更有超10项的增值权益。截图旅行计划，全国5A 级景区5折游，让用户爱旅行、去旅行、开截图、想旅行。相关权益将在3月21日春分时节正式上线，届时用户可以在截图 APP 领取相应福利。说实话啊，我对他的这些专享福利啊，真的是特别的感兴趣。那么大家对于截图这个品牌感不感兴趣呢？如果感兴趣，可以赶紧加入这个大家庭。